好的，综艺大哥胡瓜他不止在主持界有亮眼表现，现在还要一展他的歌喉，在八月的时候就要在高雄举办歌厅秀，而这场歌厅秀呢，其他的嘉宾还有李翊君，也让人好奇他们两个会在这里带来什么样的表现。今天下午两人也出席了记者会，胡瓜也在现场来了一段，让我们一起听听看。开封有火包青天，铁面无私辨忠奸，相府豪杰来也相助，王朝和马汉在身边。好的，可以听到瓜哥的歌声真的是非常有穿透力，也透露举办这场活动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听到好听的歌声，回味过去，也让台湾的歌坛更加精进。而这次演出会带来什么样的表现，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